拜拜，托福的，然后嘛，就今天拜拜啦。那我觉得就是在纪念日吧，或者在特殊的场合，我觉得可以考虑追究。这个确实，有些历史原因，我觉得也是要考虑，就是当地人民的情感。但是大多数情况下，比如人就去个商业街，我觉得没有必要追究，就是这样。我个人看法，个人。如果一个人穿着那个和服去，比如大连的旅顺港，或者那个南京大屠杀纪念馆，这个会对中国人民产生特别大的一个心理伤害，因为之前这是抗日战争留下来的纪念馆，这个也是保留日本那个罪行。那你觉得这些人应该会受到惩罚，应该会有惩罚吗？我觉得应该会有。违法动作就好，穿衣是每个人自己的选择，自己的自由，但是有特殊就是他100%，比如他专门去这个日子，然后在哪个雕像前专门做出什么像比较侮辱性的动作，那我还穿这样的衣服，他就100%是带有目的性的，那这种可以去判定，但是这个可能是个别的情况，他不能用一个案例去给他刻板的钉死在那里。所以这种情感导向的，它不像什么抢劫这种东西，一是一二是二，这种非黑即白的去判定，可能会误伤到一些没有这个想法的人，而且可能会诱导有一些像现在餐饮行业出现钓鱼执法这样的可能性出现。所以这个谁去决定话语权，然后怎么去判定这个，还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出现更成熟的判定标准，再去推进这样的草案。